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四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八强这样的比赛。刚才呢，范廷钰已经中盘胜了柯洁。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挑选这盘棋局，那是米玉婷九段对阵谢尔豪九段的，这个对决，看看他们两个人谁能杀入四强。好，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对局画面。啊，这个就是。左边这位白戴口罩的是谢尔豪，这穿白衬衫的是米玉婷。嗯，是的。这奇怪，一个戴口罩，一个不戴口罩。嗯。米玉婷呢，也是第一届孟百合冠军得主。嗯，这是丽丽在我们那时候鼓励看错死黄那盘，我到现在印象。总会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发生的。嗯嗯嗯就像刚才好像柯洁发挥的也不是太好嗯，一盘围棋啊，就是有这些偶然性，才有这些话题嘛，才有趣。很有意思，确实是。古力有看错死活的时候。嗯。啊，这盘是孟泰林。这是孟泰林对许家阳。许家阳。嗯。对，许家阳最近状态也非常好，看在联赛上发挥的很出色，而且他们拿了冠军了，好像。对啊，江西队。嗯。他。就看他的棋几乎没什么破绽，反正我觉得他赢得特别脆。嗯，他是他们队的应该二号主力，一号主力是顾子豪。对，顾子豪特别逗，他们说他这个主将位上其实发挥的也不是太好，但是呢，还是一直坚持在主将位，所以最后一盘他很关键的赢下来了，帮他们拿到了冠军。那许家阳。嗯，对，许家阳。好。好，那我们回来，我们来继续看棋啊。好，在看棋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天元围棋频道呢是可以回看，大家如果是会员的话，可以回看三天前的直播，比如说你今天没来得及看，其实晚上也有重播过两天还可以看重播也可以在有线电视看，反正我在家的话经常看有线电视就可以看到。如果是用手机看的话呢，就是关注围棋天元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挺方便的。好，我们来看棋。黑棋是米玉婷。对。刚才看的画面啊，能面对面下真的很感慨，因为这个比赛当时是三四月份的日程。三四月份日程那时候正好是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为了尽量的面对面下。所以当时还专门有一盘棋先晚上先下了。而且当时创意这个晚上下还是需要创意，不像现在好像网上比赛是天经地义的。对。那时候也是孟百合啊这个比赛呢首创了网上的对局，当时还跟日本棋院啊进行那个沟通啊、怎么安排赛场啊什么的。现在已经我们如果现在比赛啊，很习惯了，大家都就不需要说了，你就布置场地该怎么收费都大家都已经成流程了，知道了。是。小飞手脚。挂了一个。布局也是有意思，唯一就可以说的就是现在手脚啊也不在乎手哪个，刚才也说过啊原来咱们一定是手无有脚的，不过我现在习惯还是手小木这个脚总觉得小木被人家挂，总觉得比心被人家挂要厉害。我现在呢心不是怕挂，心怕点三三所以呢现在手心位也是经常的成为首选了这个首先飞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布局套路，曾经在 AI 刚出来的去年的时候，申智旭就特别喜欢下这个就黑棋就这个布局也挺有意思。当时我印象中古力不是柯洁跟那个之前还跟我讨论他打算的一些准备的一些布局那时候 AI 刚来他是准备挂这个的好像。就刚开始的一个构思，坚定。他不怕这个夹，对后面的一些下法啊，就完全都已经了如指掌。都成一个套路了。也从这个盘，我跟柯洁这盘摆以后啊，也深深感触到，就是后脚跟的跨也没关系，精心准备的就后脚跟就没挂了。
总之这个布局呢，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就黑起来说这个别觉得奇怪，手那边的脚也是一个套路就行了。对，嗯，白棋这盘棋是飞，飞也是这个布局常用的那个一个手法。对，他搭拆一个，然后一个黑棋逼住。啊，白棋也是小飞。哦，对，白棋小飞。哎，终于有点三三了。这最后一个星位了，赶紧把它点了吧。嗯、白棋不管说哪个，估计另外一个都得点三三。是。嗯。啊，这个飞很有意思，这个是对着黑棋是米玉婷啊。嗯。那叫米氏飞刀。米氏飞刀。嗯。那个谢尔豪面对米玉婷，他也。也敢邀请小米飞，也敢拖是吧？不是，是敢邀请啊，飞啊，哦、那是米玉婷拖的呀。但这盘是不是正子黑棋有利啊？我得看看。正子应该黑棋有利吧？黑棋有利的话，小米飞倒不成立啊。哦。怎么都不成立的话，他飞不知道什么比较奇怪的意思，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嗯。因为这正子是不利的。再说了，正子要有利，小米也不见得一定跑。就是叫小米飞刀嘛，但这盘好像跟小米也没多大关系，小不小米没关系，因为正子黑棋有利。嗯，我看看啊，单断、嗯，哦，单断。如果正子白棋有利的话，哦，白棋有利，那不行，那不能这么下。哦，白棋可以飞是吧？啊，白棋要避开啊、哦，白棋可以的。白棋搬在外面或者是街上。正子黑棋有利，对的。啊、嗯。是可以，白棋要搬这个也是能飞的。对，就是说是、哦，那我糊涂了，那就是是黑棋正子有利才能顶断。对，如果黑棋正子不利的话，是不能顶断的。也就是说，你邀请我小米飞刀、嗯，小米是真，嗯，真的我是小米，我就硬了，小米就这么一个意思。如果下成这样，是真的是小米飞刀了。嗯。这个也是很晕的，像这样这个变化都是很晕的，还有这个变化，是的，那确实晕了。嗯，打在这儿是吧？是有可能啊，这个配置，白棋的配置也不错啊。哦，打在这儿是这么下的，是，黑棋利是吧？嗯，然后黑棋白棋断，哦，白棋断，哦，我以为是单粘粘上的呢。单粘也有。哦，它是这样的。嗯，黑棋简单的打了，就打了长了，接上。打了接上，嗯，然后白棋真子有利是白棋真掉，但真现在真不掉吧？真不掉吧？现在不行，真不掉啊、哦！真不掉就不知道了，嗯，那就是白棋真不掉，白棋可能不能打这个，白棋还是搬这个或者接这个，嗯，哎，各种配置来说，各种复杂的都有可能啊，因为要我一看到这个有点，反正我是。我拿黑白棋，我都不下这个。哎、总之呢，我都怕掉进陷阱。这故事呢是这样的，那个我都不下。谢尔豪呢邀请小米说：“咱们来小米飞刀吧。”然后小米说：“好。”拖了一个、哎，那就来吧。然后闪了啊，他闪了啊，实战是闪了，闪了。那有可能飞这个还真的，当时要拖这个各种配置来说、嗯、很难说。对，因为白棋这个配置这边有两个子。嗯。那最后谢尔豪还是面对小米，没真的用小米飞刀就闪了，闪过，嗯，黑棋拆了一个，闪过了。目前一般的人都觉得白棋不愿意。我总觉得这个配置，如果按照正常的就理论来说的话，总觉得好像配置不太好。白棋不太好。对呀、啊。反正回过来，按照过去嘛，反正点三三就这样嘛。对呀、啊。反正这个谁也不想。现在点三三。就是顶成这样，或者白棋顶成这样，嗯，一般都觉得还是黑棋好。当然，我们现在老棋手还有很多人，嗯，就是强烈的，对点三三表示不吃，哎，就是觉得这个图就这个图，就是如果白棋愿意顶掉、嗯，或者黑棋顶掉、嗯，对这个很不满，觉得总是白的好，你这个三三太小啊、嗯哎，这样的，有批老棋手，当然呢、嗯，对方来点呢欢迎。嗯、如果自己的就不点，50岁以上的老棋手是有很多这样的代表，所以也不能说的。但现在年轻棋手基本上还是觉得白棋不太愿意，所以最后谢尔豪等于盛情邀请，最后又退了。对，应该不是太如意吧？嗯，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进行吧。接下来这个棋形呢，白棋是先掉的，然后再拖。一。
从那个我们以前的围棋理论来说啊，不说这个局部的特性的话，这步调肯定是坏棋。嗯，为什么呢？因为白棋这边是一道后势，这道后势呢，一般后势我们最怕的是就黑棋这么横着掌控，就把你的后势消了。嗯，对吧？最好呢是我比如说能打路，最后呢你靠跳跳跳把我的后势消掉，那样的话呢，我们就说，哎，这正常我的后势发挥的。如果黑棋假如比如说正常的从这样过去，你靠围这个孔，你的后势就不发挥了嘛。对对。这个是从这个全局跟这边配置来说，我觉得这个调我是反对的。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局部本身就是个套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这个他主要是怕拖的时候他搬了打上，他拖完以后他是要断的。哦，拖了是单断的是吧？嗯、我还以为拖了是。拖断是最怕的是这个。嗯。打吃完有提、嗯，再打吃的时候他打这个。嗯。打这个结，这个是还所有定式里白棋如果直接来的话最担心的这个图。哦。这个图，但是这个图呢，我要是再来一下我就便宜了。哎，是是，而且甚至呢，在上这个之前啊，嗯、还可以再做点动作。哎，这个时候还可以先靠，先靠这个。哎，总是让你这边，比如你这得接啊，你的接吧，我得接。哎，我再来，再断是吧？哎，再断或者再胡，总之呢，让你这个先重复，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边定型的时候呢，以后走不到先走到。嗯、哎，这个应该这里面。即使很悲愤的反击好像也不赚是吧，觉得、啊、如果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觉得不太这台有可能是吃掉吧，哦，就吃掉，嗯，就吃掉一冲，吃掉打冲，这我不，你是打了冲，再接上，你这我要接上怎么办，接上我就长呗，哦，我这边靠了一下，你快一起了是吧？对，哎，你这个新问题，我没有想过。你如果不靠的话，我就不能这样下一个、哦。我想你靠掉了，那我只有很悲愤的尝一个。靠完呢，靠你如果接上的话，是不是虎这也就行？从这边我相信是。我是很怕你靠完了虎起来，那我想打的不正好接上，那靠着一下，这打的接上正好是一个很完美的形状。那就是这虎这个。对啊，对啊，这虎一个我好。总之这边我相信这是有一整套的。套路的，他掉了这个以后是为了这外面的动作，嗯，从这边的配置来说这个掉肯定是坏棋，没错，嗯，失去了打路，这个这边后势就难以发挥了，嗯，那我们看的实战呢掉了一下一拖，嗯，应该是一套我现在还不太理解的车，我刚才只是这肯定跟个这样有关系啊，我的这个又我对，我今天看这盘棋 啊，我又对围棋有兴趣，我回去要拿决议来跑一跑，他这调完准备干嘛的或者我问一问，就我，但是我心里就觉得这个整个是肯定是有关联的，是一套组合拳，对，这个跟这个、这两步棋是关联的手法，就要不然他，你看他的手法就知道了，他现在没有搬了，他是长的，不知道搬了以后担心是什么，是断呢还是靠完虎这个，嗯嗯，实在他就长，嗯，就这样，还挺有意思，双方都很懂对方啊。不过这步调实在是太爽了，千万注意啊，大家不要看了这没调，要是这样可就不肯了啊，这个打路可就厉害了。他如果单拖的话，我觉得黑棋肯定会搬。假如说鼓起来，那我就闭着眼睛先拍上去了。啊、嗯，我想是这样吧。这个打是可以，但是现在 AI 退也是不错，退一个就算了。哎，这个也，这个、估计这个定式啊也是。我也是受教育了。哦，原来呢，我们啊，嗯、说这个拖不着，要被打，对啊、要被打。对啊。然后呢，先逼一个，伟大理想呢，下一步呢，拖了还要被打，所以呢，我先尖，哎，就是不这个目标就是等你退了我再活。嗯嗯。这个 AI 的这个逼不理，你要尖不便宜。现在就说他都不尖了，然后又就要飞，要哎，不管你走哪，对，就说你尖着虎着。不是那么的啊，不是你想哎，就不是你想象的，因为我们人类以前以为这两下就吃了人参果一样，嗯、其实不是，嗯嗯，他先掉了一下，嗯，先掉，掉了一拖，拖一个，拖，黑棋呢，因为这个先掉才选择长的啊、嗯，大家不要把这个当作定式来背，没有这个掉，这个肯定黑棋不肯的。对他肯定不会拆成这样。对、掉一下以后，黑棋这块都联络了。嗯，这个所以这个肯损一点就算了。嗯嗯，然后现在黑棋全大场。嗯，
这个尖冲，我也是看见尖冲就头晕。因为这怎么说嘛？因为我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尖冲的棋下的太少，太少是吧？那时候的尖是去尾，就去向大模样的时候，不是说现在是随时尖冲。哎，现在尖冲简直就是成为常态了，尖冲已经、那个时候是去尾下法很少。那对之后的那种掌握就比较难。对，可以去跳一个。实在他没来一个尖冲，在 AI 眼里尖冲总是不亏。实在挂进来，这个时候我们比较能看懂的。那正常是尖。尖完跳，这都是人类能理解。是，利亚拆三没有了嘛，就可以尖了。这也是老师经常教的。白棋大跳，白棋小尖。这是常规定式啊。AI 还有时候推荐这个。小飞是吧？反正尖是我们过去人类的。人类就下的飞。我觉得一般都下的就尖。这个尖是我们人类也是尖这个的。对。现在 AI 是只多一步这个飞的可能性，但有时候也尖。白棋小飞这个。这是。撇过来吧它。这应该叫说起来围棋术语我说背的不大好。这个有叫什么陆征仲甫啊，有这么一个术语。这步棋就是征仲甫。就争头啊，对对，这个头很关键，这个还是很重要。当然争了这也争头，就但是呢，黑棋这一带有先手，这被小尖一下好像很容易断掉的，看起来。相对来说，这地方有联络不匀的地方，那如果被这个贴出来，这步棋位置就不好了。在这就安全了嘛。在这的话，你是至关这个联络，这个子在这个位置比在这个位置安全。所以他飞这个，这飞是经常大家知道，这部飞就是因为直接震过来，怕人家别断的时候，才会用这柔软的针头。小姐，这个还是要看着你的毛病。这个有叉二，这个像叉二的形状啊，经常就是在边上虚着你。你如果叉一这种就不要怎么，那就不会虚了。叉二这样，那你补呢又不是，不补也不是。你再补你并一个你就不好意思嘛。不太对，看着不太好意思并一个。他顶这个。顶一个对。顶这个实际上也是联络的。以后呢，这个几是先手。是的。就看着啊，这两个之间是联络。比如说你要想这么靠断是做不到。是。顶正常如果黑棋跳，白棋跳。黑棋没达到什么效果，没错，这个是双方的分寸吧？正常分寸就是这样。但是黑棋这个地方它就下的有点不一样了，它飞了这儿。对啊，我的意思，正常分寸，那黑棋有追求啊。它正常分寸它不满意呗。它希望你这样啊，对吧？对，或者靠的时候它再扳你。这扳起来还挺舒服的。下步打你不一定敢接，这样的话，总之呢。要求过分就不可能随意的给你好行，这样你就好行了。没错，他要把这个扳住，结果这地方就开始展开战斗了。谈不拢，看起来是谈不拢。这白棋不能接受被你扳一下的形状，被扳一下确实很难受。就白棋这个战斗也很有意思啊。他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力是先手，打了顶了断了。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当然可能还可以先点三三。对。但是先点三三挡着就算了。先靠吧。一样先靠走这样。单断是吧，这什么场景还得做思想工作。就担心他打完先把这俩扣死。这半边杀气白的有危险。黑棋不要全吃就行。这样有危险，所以黑棋白棋还可以做点思想，现在拖一拖，把这个扳搞定了就可以顶断了。对，这边先走两下。这好像很黑棋很难，我觉得。因为外面有先手嘛。对呀、所以这有随时有顶断。黑棋如果走这一类，那么这边还是联络的。它原来不就是白棋就算现在拐一个，其实。也没什么了。那么我在拐之前我
还可以假装练一练嘛。啊，你这个暂时憋不断，这也憋不断，我以后补一个效率差不多。嗯，刚才你飞这个不就我要靠了什么嘛？那么我这地方获得这个先手以后，我在十指前黑白棋思想很简单啊。嗯，我在十指前，借用一下，借用一下，总归有便宜赚嘛。我这小跳一个黑棋还挺难办，所以黑棋不愿意圆这个。黑棋就是说，他圆了这呢，以后再吃这个也没多大稀奇了。他呢希望就把这个子废掉，这个段继续存在，补到这儿。如果以后再这个吃掉，就效率高。对。我这地方的形状拿捏很难啊。没错，但他这个补一个虽然看起来挺呆病的，但是他就已经威胁这，对，很安全了。但走到这脚基本上，他这地方呢，我看啊这样，白棋如果把这个扳了打到的话，只要这个走到，白棋并这个好像是通的，通吗？好像不见得通。这有个极端，靠了有极端，只能并了这。好气，并了这通的，并在这儿是连上了，但是他现在肯定不会这么连吧？估计不，你并了这是如果能连，刚开始拐在这连，对不对？嗯。那现在你这个气没紧住，我这个我这边就获益就更多了，所以这期战斗很复杂。如果白棋插二出来，那边我这两个子还可以弃子呢。嗯。我当时我觉得是支持白棋的，因为毕竟先获得了一手棋，你并在里面，我的毛病我以后再补嘛。我这边已经获得一手棋了，再说是，一手都不止啊，啊，看看实战，他是实战是并的，他实战是这样，他并了以后呢，白棋单跳的，然后黑棋压，这个时候就是下到这步棋的时候，这个跟起始胜率是一样的，差不多，反正这样跟起始胜率一样，嗯，现在是复杂，那个现在黑棋的语言很简单，扣断，对，灭了你，打下去。灭了你这白棋好像没法弄了。白棋这棋我觉得这个重了一点，跳到这儿。哎，跳到这儿。你尖的话我挡住还能扛。再扛几天我可以补了嘛。嗯。跳到这儿。黑棋要实现这个靠段的还有一段难度。嗯。跳到这被黑棋压两下，确实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就这边靠断，这一靠就断了，特别明显这一靠，这一挡要求杀了你，这个好像白棋也没法防啊，你这你搬那可以有搬出来，你就接上我冲先手，所以这个地方白棋补得找个地方补，白棋如果补在这儿，是安全的，但是呢黑棋我看看啊，挡下来搬出来吗？搬出来站呗，那就接上，冲！哦，大型对杀。不，这个假如黑棋跳，贴两下有可能是先手。这不冲，你就是接上的形状也有点烂的。这个不能接上吗？我就很想接上它。现在贴两下再翻，哎呀，这个看不清。这完全看。贴这个吗？这样再搬住，哎呀、这个啊、不，这个可以搬住，这样甚至啊刚才跳了再尖先手、是不是跳了再好，这尖还是先手，是非要就尖那个先手，哎呀，这完全像这种对杀、啊，我们现在讲棋比较轻松，对，是就双方就说一下对杀了。如果你下棋的话，那就冒汗了，冒汗了，算清楚了。嗯，如果白棋要并了这个，被黑棋挡下去，那你要杀不赢就真的完了。是、黑棋有可能还挡之前有没有可能先靠好这种？先靠这个有个好处，如果你这样退的话，它挡下来可以直接搬，直接搬外面，就是奔在外面是吧？就是想从外面这样推的时候，我可以推啊，你断的这个冲我可以退，我这还可以在底下再补一手，你就肯定死了。那总之。白的呢肯定是不能这么连，把这俩也就是补在外面一点，
也许补到这儿，补到这儿但是有点难受，这没搞定。对呀、啊，这将来还是有靠的。那有可能还真是补到这儿，我现在怎么看看补到这儿还挺帅的。补在这儿，他直接靠的，就先。起码这两下，这先得挡下去，先把这边的事儿搞定，再说那边的事儿。这边其实挡下这么多便宜啊，这是先把这个挡了再说，接下来事情再聊。这是没搞清什么形状。也是搞不清的，这是纯属。这挡下去总有便宜赚。对啊，总是先挡了再说了那边。在这边还有靠，哎，说不清楚。实在呢，它是走这个。这都是计算，完全的计算，这是。拐今天是可以扛住的。今天走我搬出来就。明天可能扛不住。不是，它点线手啊。哦，那点线手扛不住。点线手点到就扛不住了。所以当年我觉得应该差二。扛不住呢，黑白棋有妙手。白棋靠这个，哎呀，这地方挺精彩的。总之呢，白棋在这补，补的过程中呢，要把人家挡下来，然后先拐紧着人家气，他点线手要准备挡下来了啊，然后一靠，哎，我又扛两边，黑棋呢只能获得一个接线手，他顶一个，他顶一个，然后就得挡下去了，再不挡，就不行。哎，这个双板凳到这通了吧？没通，通了，我帮他打到就通了吗？通了。那待会儿靠的时候就冲这个，这还有断。对，我这个已经我不太可能再断这个，那我就搬一下，不打这个，搬一下，你靠冲顶的时候打这个就行。那还好。这不太可能实现，而且你冲这样，我这点了这边也有，这应该算联络了。那好吧。这边可能是扛不住了。这边挡下来。这边挡下搬了，就我直接给他断了吧，这就。断可以底下搬过，不是，我是说搬吗？不是啊，接上吗？然后长了我就直接，而且长你可以断了。对啊，就直接切断就看得很清楚了嘛。这种白棋不切断一长啊，这个你杀气谁气长啊？你还长这个是吧？完全没有出。不，那我还是换一个。换一个嘛，你就先搬。那就是先搬外面吧，这还是从外面。还是刚才那招，要外面先扫。是。如果。直接搬出来的话，哎呦，这个我又晕了。你只能接上，接上的话捅出来，这个外面长应该还是先手。反正这又只能说是不是我们下棋了，那看看实战。这是看他们怎么下的吧？还是这个就一上来都是很激烈。再往下，往前面几步。往前面几步，不要不要往后面几步啊！现在五十了，他是这样的，这样下的，而且已经这么下了嘛？他打下去，对，他就是压住白棋拐，黑棋点了一个，然后靠了一下。刚才看起来，刚才就这个下到这，然后白棋打下去，哇塞，这还跳一个，哇，尖，这不搬出来，立，还要便宜三件，对啊，加一个。他是觉得搬出来不太行，什么那样杀，就觉得没有把握，可能要死。搬出来有的一杀啊！刚才搬出来，你这时候断这个是不行的，断这个我一藏四气你收不住吧？四气我觉得杀不赢。你正常按冲了点这个算的，我接上已经五气了，我是五气的。对，所以你要比那个紧难度有一点，你飞我也接上有武器，所以有难度，所以你只好搬外面我只能接啊，就冲出来吧，哎，冲出来看着没有那么紧迫，至少这个完全可以说这个话，因为这个长还是先手，这个长是先手，然后这个断能断吗？断可能是后手，断黑棋可以就尖了搬。这个长是先手，看着也是悬的慌，这白棋。实战他在底下我们不看，反正这边搬出来是有这个手段的。他可能想了，先别阳光道出来，以后外面要我局部活了，我就外面飞一个先手得了。尖住。立。然后立。麻黑棋加。这样的话白棋倒也不一定非要活出来不行，
他这边也没搬到啊，这没打没走着，没搬到，搬到以后这个风这里也没有那么厉害，还是得杀。55、56，加一个力下去，冲一个，冲一下，挡住，挡一个，挡一个。哎呀，我这只能是看了，接上。哦、这个太晕了，看着。一直申请做活，不能放过你。灭了，不能放过你。如果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变化，还是那只有搬出来了，还是这么杀？被逼的已经，你不能白死吧？这块棋，你总得想点办法。如果还是这样，他就是冲的，哇！他直接给他断了，那底下这气已经很紧了，现在。现在等于这样，黑棋快一棋，因为紧了。刚才是五气，现在只剩四气了。一二三四口气，对。也可以，但如果白棋黑棋还选了救的呢？有啥区别没有？又回到这个对杀，那就咱们又说不清。唯一就是说你这个中了，藏藏不着了，有可能。对，这底下黑棋这边气紧了，黑棋得赶紧把这个跳出去。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藏这个的话，原来你这松的轻的时候是先说。那我先把这个藏死了再说。正好快一气，是这边你不一定吃得干净，是这意思吧？对啊，这边的事儿，因为刚才定型多了以后，这边的事儿回头再说。这边因为刚才有这么多定型，以后你死挺了，根本原来你是没死挺的，所以你这个尝尝不到了。所以呢，所以他这个交换完以后，但是坏处呢撞了一气，黑棋直接就断了，断了一长，快一气。这一下，他是从这儿收的。然后收的这个，被吃掉了。对，毕竟是黑棋把白棋吃掉了。嗯，完了以后这块还照不死。这照底下飞飞什么？不是照这儿不还有靠？这搬也没搬着。直接有靠，这个搬打不着。嗯，这有一单靠，别靠这个。哦，靠这个是吗？哦，这不过他也能单挖。这还得看一看，那黑棋可以先立呢，明儿再靠。反正是没吃干净，他得靠断的话，他得靠这个点。没有靠你挖，我可以退回来了。明天总靠到你了。哦，总是有靠断了。啊，明天总靠断，你靠再挖，我可以退回来。嗯，明天可能总靠断了。嗯，那立着总靠断了，那就是说根本就吃不干净，没搬着。嗯，扳倒他可以打拔了以后再也有靠，你也吃不到太好。嗯、要帮他打掉，嗯，帮他打掉可能可以。嗯，这个是原来的熟手，现在就巴不得先走掉，然后再封。这样你如果在这做活的话，就还好一点。靠了他可以单挖这个是吧？嗯，哦，这现在对啊，现在靠单挖这个，他这俩这俩都是先手，嗯，先帮他打掉就可以封住这个。对。看看实战，这也走不着。他接一下先。这要接，不然黑棋可能冲一下。是，拐一个，然后搬。搬不着了。不硬了。嗯，搬了。靠出来了。好大龙要紧啊！这里面小地方都是。这我已经把这块吃了呀。哦，太小了。这块吃完以后，白棋这边后四的大模样都没有，头铁头在这儿了。对。铁头在这儿。你搬他就把黑棋把大部队跑了，再压，就专心致志跑这一块。啊，嗯，一起断，打吃，尝一个。黑棋气质整形，这里都有名字。要我觉得只能单退一个，单尝是不？他这种不给他借劲儿，感觉上这样好一点，这样被断。嗯。长，白棋只能顶死，黑棋获得两个先手，这下长都来不及长。嗯，虎掉，对，一虎就安全了。应该说这个黑棋下的还是蛮顺当的。他虎在这儿，嗯，这样不活了，连得很安全，这底下眼也做得很结实。嗯、整体说，黑棋吃了这一块。白棋这个扳还有点价值，嗯，但这个头已经停在外面了，嗯，白棋围大空有一定难度，白棋再获得一点实地，嗯，应该这个最大了，应该这个，没错，他就是，哦，他先靠了一下，哦，靠，
搬一个。好棋啊，给你搬。充分发挥这个子作用。哎，你如果打了打的这个，正好挖吃，刚刚合适。这个手段可以学习一下。大哎，这手是不是该顶掉？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疑问啊。你留着，就人家选了嘛。对。我有点想把这个顶掉，真有可能是差两目棋。现在，他很想让白棋黑棋顶掉是吗？那就黑棋可能他顶完爬就没关系了嘛。对，他现在就是顶了爬了。嗯。他如果是顶了爬，那就这个如果是白棋没管，我觉得还是把这个顶掉算了。顶了吧，有点想顶了算了。嗯，反正这边已经这样了，就跟这边没什么关系了。因为白棋接上，这已经很小了嘛。嗯。这真的有可能是摸。嗯，顶了爬。对。而且爬了一下，长他就跳。对，这时候说是应该是判断和大小的区别了。嗯。剩下的我们也就是看看胜率了。刚才这跳那一下，我看见是白棋黑棋80%。是。黑棋80%，到底哪个大？比如说这个时候跳大还是吃这个大？嗯。还有挡。这还有挡呢，别忘了，这三个我也不知道哪个大，这只能相信对局者了。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黑棋要是这脚上能搞点什么东西的话，这我那时候日本棋手教我们叫要试应手，嗯，这个时候是试应手，是不知道是不是时机。这地方找一些地方试应手，现在钓得着吗？跟计算力有关系。不知道他会不会杀在外面，拖的话他肯定也搬在外面。嗯，这地方怎么是加搬或者搬这个？有一些利用嘛。实际上他是选择跳的，这个跳应该说是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比较容易点目。为什么他一搬啊？他这拐是先手，他还不拐。你如果搬的话，它断完以后，这边都有线索，啊，它还留着，就是说这你要打它，它可以管线索，它还可以用这边的线索，所以这个搬也有点大，那这个打吃也非常大，第一感是打吃这个大，为什么？因为你搬入中央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我这每一步进去是围着自己的目数了，就双方，啊，我就当做我自己每天不停的围自己的空，哎，就渐渐就把你消掉了。所以这是单纯的破空，所以说我这三步棋的话，我这个数不清多少目，但这两步的话，我支持这一步。还有这步爬是不是？他可能不舍得爬掉。如果跳完，那么跳的意思呢？我怎么琢磨着？他如果接的话，黑棋想打路嘞，那有可能。看看他实战怎么下了，他跳，这个，啊，他跳，然后白棋接上，啊，他等于选择这个挡住或者飞，就点一下啥意思？点一下灭白棋的眼，可能是吧，就是挡这个以后一虎，白棋弹性比较足，你这个点要打呢，他就接上吗？虎进去呢？哦，虎进去断不活。嗯，如果走这个的话，打完一场整体不活。哦，哎，打一下接上，他实战就接上了。对，黑棋虎住。捂住。那点的时候有点危险，他要先打一下呢，我还是想先打一下。嗯，打一下接上，打一下是反打，这样是后手接上，我接上，然后我就补一个嘛。嗯，反正后来他也在这补了一个，那我补的正好了。这样你这个吃，底下差好多目啊。嗯，哦，这补不住，还是急死了。有可能，实战是没打，赔苦的账。我想把他们眼先灭了，好像看那意思。嗯，黑棋还看着这个中央呢，他是走。那这有断，这个整个黑棋不活。自己护一下是吧？啊，然后也发挥这个作用，整个白棋不活。嗯。
我们看看实战吧。哦，这个被拐住了，拐下来了，好大，对不起。嗯，那白棋多抢到一个。啊，他抢了这个拐。哎，当时黑棋不能先打一下，现在打路有点害怕了。那适应手也不知道打，可能要被黑棋从外面吃了。可能在黑棋的眼里，你拐住了这脚上还是有味道。那不能有太多的味道了。他就后面还要怎么去在脚上要掏一下？你就掏吧。对，掏。他掏一个。啊，好搬。他实战看实战吧。嗯。实战搬。跳一个，那这个拖一个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脚上准备要干掉什么。他已经看清了，这个扳是选手。嗯，扳你现在有这个交易，你就不行，不然场上就已经打劫杀了。嗯，打了他反打出来，这样冲断吧。因为你这个跳线牵手，如果你爬的话就可以冲断。嗯，可能这稍微这个要一下利用吧。嗯，跳，白棋这个人得爬，估计黑棋就这两把式，打吃。这时候你他没走那个、啊、他先飞了一下中间、他先攻一下这块白棋，嗯，然后看看他接下来怎么收的，就从那打夹一个，他是啊夹一个，意思差不多，接上然后他走这个、然后冲了断打，哦他打里面，对，他打在里面的，他不是断打的，打里面味道好一点，顶一个黑棋扳，嗯，接上吧，又要接一个，接住，这种是功夫，这不能扳，搞不清。这拐是先手，注意，对，是的，别忘下忘，嗯，拐是先手，扳被怕被他断了是吗？他说他尝一下，然后就把它断掉。也许吧，不知道。嗯。啊，黑的应从那个棋艺来说，这地方应该跳下去是非常大。如果有时间跳下去以后把这虎过来，嗯，那个是一个大差。但是现在中央这个也很大。对。就这个官子到底哪个大说不清楚，他是冷静退了一个。嗯。然后白棋呢把这个补住。白棋不补黑棋可以跳下去。这跳下去还得后手得回一个。哎，然后黑棋补外面。嗯。他现在断断不了，断被打串了。嗯。他这个退的好处是你不能断。嗯。他虎这个。虎这个黑棋可以把这个围上。就是他眼光棋就这个最大了。就搬这个。嗯。这反正黑棋自己还围棋一块。挺有意思的。到底这一串走完胜率怎么样？这种地方啊，这一挖只能一退啊，这样子的。这黑棋是不是有看错啊？这还有一挖哎，干嘛不打住呀？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如果打住，我琢磨着白棋是一，他是先拐冲吗？拐冲是先手、啊，这是你家的，打一下先手。再打。这是不是还单段显得有文化？不知道。更好。如果什么，我们到时候换着打啊，有没有关系？不是。然后打吗？打完尖回来了。对呀、啊。就这么简单粗暴。如果直接来，你就我就挖吃了。嗯。这是放进来，结果呢，你一挖以后呢，再一尖。尖回去。就通了。对，是的。简单明了一点。通了黑棋还有死活问题。嗯，啊，那就是有这个夹先手，你要挖不成，嗯，这个地方，那黑棋这空没什么好围的，有点小。当年黑棋还，我就不好说了。嗯，总觉得如果有这个挖，黑棋围这块意思没那么大。嗯，我现在不知道胜率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黑棋犯了点错误，在官子阶段，嗯，从那个这步跳开始，最后围了这么一点，白棋都围上空了，白棋立了一下，嗯，这是白棋的确立，嗯，然后冲进来了，这可以冲进来就觉得小了一圈啊，嗯、中间顶着那还有鲜味呢，是啊，而且白棋也活了，那觉得差挺多的，好像这里顶一个。嗯
以后这边还能点了侯先生，他围着这十几亩。他要搬砖先。搬砖是一个大的事，应该有十二三亩。本身是九亩，再加这个爬不知道算几亩，爬因为有可能把这边爬掉。如果全四亩的话，这就十三亩。但这边不能算满，因为白鸡可以从这边过来。对，是的。这个可能十二三亩的，十二亩的样子。这个关子了，白鸡搬。挡住，粘上。这个起码十亩，黑棋搬砖完，就算二路搬一下，跟黑棋搬砖也起码十亩。小尖。这搬砖基本上先手，可以搬砖掉。就是功夫。哎，这个是白棋的权利。踢官司呗。点完猴回来就先手。就不能补到底下，补到底下可能意义不大。就是官子了。是的，也没有。这搬砖掉吧，没意义了。他把这个先搬了。啊，这个搬是。次序很井然。这时候挡不行，挡它能活。对，里面有个打结伤。是。搬砖。这也是先手。搬砖这个。官子了，就看看胜率怎么样了。刚才黑棋我，黑棋好的时候有80%，现在不知道多少。我觉得好像黑棋可能稍好一点。嗯。但是好的很有限。如果这个时候黑棋还是80%的话，实际上优势已经不大了。前面80%有可能领先4-5亩，现在你80%很有可能领先1亩就是80%。领先4-5亩的还是挺多的。前面。前面因为他我有时候领先4-5亩80%，有时候也是领先1-2亩80%。AI 他只给胜率，好像不过新政好像说是还能给出目数。他那个目数很精确吗？不知道，他总会有个参考意义，他能说黑棋领先多少目和白棋领先多少目。那还是挺厉害的。决议就只给出那个什么，只给出现在胜率怎么样。但胜率呢有时候差一目棋他也90%几。那是到最后了，就是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变化。基本上到越到后面，那个胜率如果对方还有十几，就有可能是半目胜负。如果只有一两个点，那就不一定了。他现在是白棋搬粘了，然后再冲一个。哎，不对。现在我们一直没看到胜率，但是之前呢，黑棋在跳这个之前是80%。这一串官子呢，也不知道谁便宜。黑棋围了这个，白棋把这个全围上了，中间还沉了一点，不好说。冲了一下，挡住，然后二路小尖，这步棋挺大的。对，不然还可以断打长过来。断打了长是。观测大小，甚至不好说，他尖这个。小尖他冲。黑棋接上，顶住，功夫，这个地方让人家下。如果盯完以后，如果盯白棋靠主家了，就可以从外面起，这也挺有意思的。他要牵这个，宁可给挤住。他去哪儿？先走了一下，是翻了一下，把这个先手。那这个你收四亩。对。这个倒是好数，下一步是后手七目啊，已经后手七目最大了。这应该得硬吧？这个太大。后手七目，这是可有些是数不出来的，有些是可以数的。这是后手七目是可以数出来的。这个中央不知道这个断次是多少目，这是后手四目，会的还就这些了。这七目应该挺大的。小尖一个白棋，白棋起，白棋起，接上。挡住了，挡。这边两打，对，断打一下，白棋接上，然后再挖吃。接上。就到这里，刚才已经七目官子最大，现在来说，就是小官子间断了。小官子间断，这个大概你说，如果这边白棋空的话，这手棋挺大的。这个地方有时候啊，我给大家介绍啊，数官子的时候要注意，有时候老是说这个你说三目多。但实际上只有白棋这块是空的时候是你手差不多。
对，你打一个提调，提调是公家的空就不到你手上了，因为你提过来白棋这手棋本来是负一目、就是填了自己空一目、现在我这个手棋指不定还有正的目数，对对对，所以你这个你手三目就不到。这步棋呢冲完以后一个侯先手也不着几目，感觉也是那时候三目左右，这个那时候三目不到，他接上了，他没把这个爬的话，他白黑棋先冲掉吗？会，可以冲一下，他可以先冲。冲完黑棋吼的时候，白棋可以接了这儿，这个是后手四目加那什么打吃完这边是眼杀没有问题的，但同时黑白棋这地方有个接的话，可能跟外面目数可能也有关系，还要仔细算这个接的目数，还要算，这好像没关系。永远没关系，这块是不是将来也有双活的问题，不知道，这错综复杂，现在就这两个最大了，我觉得接上他这个地方，他这地方应该是通的吧，跟段有关系吗？段接一剪就过来了，打吃完跳也回去了，能回家。那这个挤呢，挤到以后他接一个哦，挤完再这个挤也先手的话，不是啊，如果打完了跳的话，他挤一个挖一个就断了。对，那我就说我煎一个能跑。煎一个他打吃，然后再挤着也没事，但是问题再一下挤什么时候挤到，所以算不清了。你说到这个，我，他单弯就弯断了吧？好像单弯这个。对，挤完了就单弯就可以了。这顶着也没关系，顶完接上也弯断了。说的对，挤完有一弯，那这个是不是转这个？那这两下总赚的，这两下总赚的嘛。对，但这个这如果有个段的话就有段也便宜啊，你主要直接可以打这个了嘛。他可以打这个尖处，要不就这是不就你说的先挤啥时候挤的问题，先挤的话他尖在这儿。对，好像来不及挤，挤不着这一下，如果挤着了的话就来不及了。那这也很大，这一段一冲还了得，那可不是闹着玩玩的，那个不是闹着玩玩的。那就回了，那也不，这不太这段总不对了，你这得接上。那接上这一段，这六目吃掉不大吗？这地方挤损了一目，再放一放，这就是黑棋补一个，也就是补黑补到这儿，后手六目的样子，要补了，算是挺大的，六目应该算比较大的了。他们是我们再接着看，看他走什么了。现在是现在黑棋贴了一个黑棋，该黑棋，黑棋走这个贴，黑棋贴了一个白棋托，这手尖也太大了，顶住，顶住，然后挤住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打吃接了这个贴先手，然后贴一个，白棋连回去，黑棋下的是哦跳刺，他果然补了一个，补了一个，然后白棋下什么了？这个爬还没爬，这个爬再把它爬掉。对啊，他就那啊，接了一下，接了一下，然后就爬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时间点目，也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爬完以后，这个冲了一下，就这个后手四目最大了。他这里打了接上，然后白棋、有事你看一下，是不是你？不然我们点目太费劲了。我看一下，把这点摆完就看看，断了一下，没看见胜利。白棋一直保持着先手吧，白棋一定要保持先手，最后把这个扳要走掉，这个后手四目。接上。上面都干什么了？上面他拐了一个。这是。啊，这是你手两目，断打有个猴，那你手两目，他就脱了，是，对，你手两目，接上，那这两个，这后手四目，脱了，接上，他冲了一下，冲吃，打这个，这也是后手四目，这个，哎，这先手啊，对，提掉。这个大吗？后手三目走完了，被我挖占线后手，哎，挖也挖不动啊，挖了两吗？挖不了。棋打完了冲。哦，那挺大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不，你收三目，你收三目，你收三目，那他得团住。那得团住，你收三目比后手四目大。等黑棋下，黑棋这两个剑合，这俩好像我觉得这个大。
因为几完是不是可以当这个要计算。嗯。如果黑棋侯这个，白棋挤，断这个，挤要是这底下没棋就是吉祥、嗯，但这底下一断完，底下有棋吧？我都觉得有棋，看一眼。我也觉得有棋，这好像不可能能，最起码有双活吧？那好像那个打呀，你还是补一手的话。这肯定得补，打了长，他怎么连？他只能这个，或者是这个。然后就顶一顶。对啊，就是把他们眼破了就行了。那断先手这个有什么大呀？双活肯定是有的。接在这那打，接这个，哎，那他黑棋打直接上。冲了一下。接上，然后把这个打直。哦，这个也挺大的，这走完冲完断还是先手。对，里面还是点了，是不是有个顶啊？还有棋。所以到小关子那个这样的棋，这走完以后，这手接还是打？哦，没有点了顶，他可以做眼。啊，没棋啊？没棋那那个的、啊。不明白，他是不是又亏了一点？无所谓啊，那就不断了，就是、嗯、冲了，挡住。那这是没棋的。是啊，没棋，没有棋吧？没棋，没有看错。那一起就小关子了，顶打一下，嗯，就没有目了呗，嗯，这个一目多一点，嗯，这也不大，那这个做眼，嗯，底下关子我就还有很多，但是我就给大家摆完了、嗯，这最后的结果已经看到了，是黑四分之三子，黑棋四分之三子上啊，好像是盘子，谁收？你看看也谁收后？我看一下哦，最后是258、259、259。260，那是盘八吗？盘八啊，这我退一个，退一个，退一个，退一个当官最后一个谁？哦，白棋，白棋那就盘八呀，两百啊，那是盘九，260，260手，哪有总共260手？260手是那就是盘九，然后六在哪里？我没看见。260在那个地方，一路最右边。那盘面九目，对，那是盘九。盘面九目其实没有什么，也就是黑棋。嗯不，四十系就是说黑棋，其实从这个退让开始围这个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对 对, 对，后面的小关子我们说半天，一般来说也就最多差不多，哎，也就快一半目一目的样子。哦、如果有九目的话，他还可以错一目。是，那就是说最后进八强的人选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米玉婷、柯洁，还有那盘是许家阳赢了是吧？啊，应该是许家阳，还有谢柯，还有谢柯他们四个人、啊。那么孟百合就将继续，好，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